唐老鸭太极。没错。哦。蓝牙独立啊，那你能把你的整套招式都展示给我们大家看吗？没问题，反正你们喜欢。那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喂，站开站开，他不理解了，我又没说什么呀，可以快点这样子。哎，这么说他就能传我的秘密。知道刚才唐老鸭所展示的招式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好笑，可是也是来结合自身特点对太极的一种创新，我们应该对这种创新精神表示鼓励，来我们给唐老鸭一些掌声支持下他。没错，我就叫做创意，来点掌声，来点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你们呢？是你们还会调皮吗？不调皮不调皮。还会捣乱吗？不捣乱不捣乱。会懂礼貌吗？不懂礼貌不懂礼貌。懂礼貌懂礼貌懂礼貌。或许我们可以让传统和唐老鸭式两种结合在一起，相互协调平衡，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太极。当然又在座朋友们的参与才是完美，现场的朋友们可以在原地跟着我们一起来练习。Thank you.
徒弟们，不要闹了，来，把手给我。大家的观赏与参与，深深的祝福你们，让我们再一次伸出双手，为那些勇敢支持闯戏的朋友们鼓鼓掌。琪琪弟弟今天学习得很认真，不过这个动作有点难度，回去以后要多加练习。唐老鸭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你，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一起打太极。我们今天的太极课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游园愉快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下次再见了，再来给我开场。大家再见，感谢美学的朋友们。被人围住了，被人围住了。